昨天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，我之前呢也以兵人的形式 DIY 过两款抗战英雄，那么今天我将给大家带来另一位抗日英雄，你认出来他是谁了吗？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秀文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由十二点魔丸出品，由王千源在八百里所饰演的33师老兵四行仓库保卫战杨拐1:6可动兵人。八百这部影片极具感染力，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深受鼓舞，玩具对于演员的还原度也很精准。十二点魔丸在东方面孔的制作上很有经验，不仅相似度很高，涂装以及战损细节的刻画从另一层面反映出了战争的残酷性。除此之外，厂家还为杨拐搭配了另一颗无战损头雕，在服装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真实的做旧之感，同时像胸章、领章、臂章也完美呈现了影片里面的设定。仔细看，就连被容易忽视的纽扣都有做旧痕迹，像绑腿、军靴也没有采用任何胶件，完全都是以真实材质所制作。在这里鞋带处厂家都会预留一些打理空间，收紧后剪断多余的地方即可。那钢盔部分，影片里面一共出现了两种，除了大部分士兵所带的M35钢盔以外，杨拐所佩戴的则是 M2 飞碟盔，武器为他配备了一把汉阳造884步枪。玩具不仅还原了木体的枪身，还添加了金属件的细节，非常逆天的设计，还有枪栓的拉动手感以及仿真的上弹效果。这子弹做的用不用这么还原呢？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枪栓的头部非常的光滑，这一点也证明了这个位置经常被使用。再有就是可自动调节瞄镜的高度，到侧面的弹簧细节均有所体现。近身武器配有短刀一把，我们缅怀这些抗日英雄，我会以收藏兵人的形式来纪念他们。保家卫国不仅是军人的使命，也是整个民族的责任。为我们的抗战英雄点个赞吧，勿忘国耻，吾辈自强。